郭鬼鬼，今天是特派记者。今天如果有服务不周到的地方，用力的现场鞭我，回去不要发记者鞭我，好不好？不要发文鞭我。薛汝战神郭鬼鬼27号和近百位网红相聚朝圣，美国最强街头篮球队 Corkins 暌违8年终于再次来台了。花式灌篮高手 Jump in Joe 也大秀一段，让现场的观众惊呼连连。而说起这次的活动，总招动漫歌手许君君也花费了许多的心思。这次活动也算是蛮临时举办的，但是就是因为一直来办篮球算是蛮有经验的，所以这次找了我的好兄弟，他邀请了就是世界最强花式篮球队 Corkins 来台湾。对这位记者有没有什么感想？我们这次见过太多次了。我有没有推到你？没有。你为什么要推我？真的没有推你。你够了吗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男友视角，男友视角。我今天有特别没有带有脚架的哦。非常好，谢谢你。It was a beautiful trip. I love the country. My first time here, my 81st country I've been to. I mean, I had fun the whole time I was here. I loved it.